新竹县有让人惊艳的地景风貌。可以在这里享受自在悠闲，体验采果乐趣。在这里可以品尝台湾第一的名茶，选购多样特色农产，在新竹县可以看见农民的耕作样貌。发现多样丰富的农产色彩，在这里可以体验渔业文化，也可以参与各种丰收庆典，感受农民的热情与骄傲。亮丽新竹县，四季都精彩。